根据预计的2019年人口，选举管理委员会发表了2019年区议会一般选举选区分界和名称的临时建议，欢迎在8月21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，或出席8月1日和3日的公众咨询大会。详情请浏览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.eac.gov.hk， 查询电话28271269。